请。谢谢主席啊，我们市长啊，三位副市长啊，我们市府团队哈，还有这个议会同仁，还有这个我们的媒体朋友哈，还有电视机前面的市民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那今天是我这个第三次定期大会的市政总质询哈，那待会会有一些议题跟我们市府团队啊来就教。那在开始之前哦，我想刚刚市长有提到我们这个旅运大楼哈，我还是补充一下，其实旅运大楼除了一开始招标的过程有一些问题以外，当然这是港务公司吧，那其实还是在。应该是在去年还前年发现基地下面有一些污染的问题，当然延宕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因为那个土屋整治的整个流程是要花很多时间，那这也是不得已的。我们也是希望说，其实最近延宕就是因为那个土屋整治了，头到这边去堆，早去堆。这个我想环保时任环保局长的这个陈副市长应该也很了解，当下问题很多，那当然好像也解决了，那希望这个工程赶快进行哦，这个旅运大楼赶快盖好，让我们的市政府的亚洲新湾区哦可以比较顺利，未来啊对我们观光发展也好，对我们的产业发展也好，会有更大的帮助。那另外一点哦，我想再一次跟我们市府团队提醒一下哈，我会在议事厅拿出来谈论的议题，我想就我个人而言，我都会非常慎重，那一定是我觉得有必要来解决，或真的是有这个迫切需要的才会提出来。所以我希望我们市府团队齁，在我们部门质询的结束后，有一些可以即刻有作为的，应该是尽快来了解，应该是尽快来了解，我特别提醒一下齁。好，那就进入我这次的市政总质询齁。这方面是一块那个干涸的土地了，所以我第一个议题就是高雄市的水够用吗？大家还有印象民国一百年，去年我们高雄市的民生用水都陷入在四五月的时候陷入这个限水的危机，我想市府团队相关的局处应该都一定有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最近有几则新闻我们看到彰化缺水， Google 扩厂卡住了，他现在 Google 那边有一个资料中心他原本预计要扩厂，那因为要6000万吨的水，他们现况是用水量是大概一千吨，他们要6000吨的水，不是6000万，6000吨的水。那因为彰化的地方本身就属于这个水源的部分当然调度上有些问题啦。那包含第二个，这三个都是这个在网络新闻的标题第一个应该是这个联合新闻网，第二个是中央社是 Google， 一样是讲彰化缺水，不过经济部有跳出来澄清。那最后一个这个是在这个环境资源中心它的新闻网里面提到的世界银行预估到2050年全球会有很大的缺水这个危机，那它会影响什么？就是影响我们 GDP， 等于是我们的经济发展，影响6%其实在其他地区，在东亚地区它推估的是大概7%的 GDP。 那当然这些问题也许是很遥远，那我们当下要怎么来处理？我刚刚讲到我们有缺水的危机，我是不是先请教我们水利局局长高雄市一天的用水用量是大概多少？请局长回答。谢谢主席，谢谢差员。那一天用量，那个民生加工业大概160万吨。160万吨，我想这个数字它会有一些变动啦，这个数字是大概是一个平均值那我们的水从哪边来？主要的水源？我们这边高雄用水主要有三个第一个工业用的部分大致上是在凤山水库，那凤山水库水源是在东港溪，那其他民生用的主要是在我们的高平溪，
那另外还有一部分是从那个我们的曾文水库跟南化水库约育云水过来我们高雄这边使用。好，谢谢哦，局长先请坐哦。因为我们主要的民生用水还是印象中在丰水期的时候，这个高屏南河堰可以提供约70万吨的水。不过在去年啊，就遇到这个都没有下雨，也是因为高屏溪的流量这个到达一个非常低的低点，那所以说遇到这个缺水的危机。那我在上上个会期，也就是第一个会期有提到再生水，那当然市府这边有在努力，那包括在过去在讲旗山水库当然是不可行的，现在讲高屏大湖，那因为它现在还是有很大的争议，什么时候会通过不知道，我们如何来有效调度这些用水，因为从资料来看，因为我们的这些民生工业用水其实在枯水期的时候是有排挤掉部分的农业用水，我们如何有弹性更有弹性的来调度我们既有的水源，是不是未来再生水的这个脚步可以再快一点，是未来在工业区的一些水让它可以循环利用，包括金发局我们在发展我们的产业经济，我们也希望像这种资料中心当来个隔熊啊，但是因为它需要大量的冷却系统，还要冷却它的这些 server 什么的，所以它需要有很大量的水源，像这些我们如何来做，如何因应目前的产业发展的需求，我们才不会到时候会有很大的缺口。那重要的就是把既有能够用的水，包括有可能排放到海里的污水，我们做一个通盘的一个盘点。我希望水利局跟金发局这边，金发局可以提出未来我们产业发展如何跟上这个需求，我们提出来，让我们水利局可以在这个通盘的检讨下，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以后，也许因为我们不是水资源管理的单位嘛，它有中央有水利署的这个水资源局，又有这个自来水中心，我们把我们需求提出来，把我们遇到的状况提出来，甚至我在部门在小组提到的旗津的污水处理厂是不是有没有必要来升级一天70万吨的水那 排放出80-90万吨的水排放到大海，有没有可能在它整个这个平衡考量下，因为那个还要建管线建什么的嘛，那这个我们来规划一下，不要未来产业要有，我们产业已经有一个明显的起步的时候又遇到像彰化这样的问题，是不是请水利局长你可以答复一下，请局长回答。跟议员报告，其实在整个再生水发展条例通过以后，我们目前针对这一个再生水的使用，主要就是从我们目前的民生用水这边来做供应，那目前我们也在整个像凤山溪污水厂、临海未来要建的临海污水厂，或者是冈山桥头污水厂这一些，还有中区污水厂，我们都有做过一些供应给邻近的这些工业区来使用的一个规划。那目前已经有确定要执行的，就是我们的凤山溪污水厂这个部分，未来在107年以后，每天会提供4.5万吨给这一个临海工业区哈。那我们也有跟金发局这边的核发工业区做合作，未来也是会大约提供每天6000吨的水给这个核发工业区，这是未来的一个计划。那针对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个中区污水厂，我们也有规划，就是在适当的一些管线去截流目前的生活污水，那提供也是给临海工业区。那未来临海工业区的一个那个污水临海污水厂，我们也有规划要提供2.5万吨，这个部分都已经在跟需水的这个机关洽谈，因为再生水的供应必须要找到需水端，而且不能够太远，这个部分我们都有在执行。好，谢谢，谢谢局长。我想这个要跟上这个产业发展的脚步，请坐齁。那还是提醒一下市民朋友啦，我们尽量节水使用啦。那当然这有限啦，我们也感谢建管处公务局建管处齁，在这几年的一些建筑物的规范啊，也相应的提供了这个自宅它本身有它的蓄水供水的一个循环系统的这个规范齁。那再来齁，其实去年是一个蛮值得庆幸的齁，
就台湾的这个环境永续，就台湾的生态永续，立法院三读通过了国土法，通过了海岸管理法，也通过了我们的这个海洋事务委员会的组织法。那之后到底该怎么走，很多都还有一个衔接期啦，有一个缓冲期啦，因为是这个对 local 的影响，对地方的影响其实是有一些冲击的，包括现有的其他的观光产业啦相关的规范。那我想海岸管理法齁，我刚刚讲就是为了我们的海岸的生态也好，海岸的它的永续也好，这个以这个角度来规范。那里面主要其实最重要的啦，定义何为海岸，海岸地区分成滨海陆地跟这个沿海地区齁，那里面也授权中央主管机关，也就是这个内政部他们来订定海岸管理计划。那这中间有涉及到我们地方的有一些二级的海岸保护区、海岸防护区，就由地方来订定。那从一些这个法讯息出来以后，有些地方有反弹，那些地方通常都是沿海观光比较盛行的地方，我想这会有冲击，要怎么解决？我是不是先请教哈？因为坦白说了，这个问题哈，我也不知道该请教哪个单位哈，因为感觉上是问海洋局啦。那其实就我个人的看法，海洋局在一些事务，包括我待会会讲到这个议题，其实这些工作是谁在做？却是水利局在做哈。所以我希望海岸管理法通过以后，我们的市政府要尽快调整对应的单位、对应的事务，来落实海岸保护哈。那是不是先请教我们海洋局长？我相信您应该也有到中央去开会，针对这个海岸管理法通过以后，我们高雄市政府的定位在哪里？可以做哪些事？那甚至提出我们需要的相关的计划。那请海洋局长是不是回答看看哦？针对海岸管理法，我们高雄市政府后续有什么作为？请局长回答。谢谢议长，谢谢议员。我想整个海岸管理法在去年2月4号公布施行之后，那依照海岸管理法目前相关的规定，整个内政部必须在两年之内制定出整体的整个台湾的整体的海岸防护计划，然后这样的一个整体海岸的防护计划之后，来分整个各个区域的不同海岸的保育的必要性来分级。那所以说今天这样的这个内政部必须在两年提出，那目前都内政部都还在订当中，到底哪一些海岸是属于一级防护的部分，一级防护以及保育的部分，然后哪一些是属于二级中地方需要做处理的部分，其实目前内政部都还继续在研究。所以说目前来讲，整个海岸防护的工作，当然还是以目前现行包含整个第六河川局的部分，或是我们水利局的部分，还有我们整个海洋局可能协助的部分，可能照目前的现有的一些分工去做处理。那你对目前高雄市有可能纳入海岸管理法所谓海岸地区的这些区段现况的使用，甚至我们后续的规划，市府整体的规划，还是当地的需求，你了不了解？我想我们这个持续都会还是会配合相关的这个单位啦，包含河川局、包含水利局这一边，然后去针对未来，因为其实到底哪一段的海岸范围要被界定是中央的或是地方的这个部分，当然我们持续也都会跟地方做一些沟通跟了解这样子。好，谢谢哈。我想希望说我们市府这边是不是有一个真的来专责这个海岸地区的，如果没有，也必须在横向协调方面是相当顺畅的，因为过去待会会提到的，其实这是我们大高雄的海岸大概六十几公里了。那我们水利局在101年有做了一个大高雄海岸景观及整体大高雄海岸环境及整体景观改善计划的这样的一个报告书，那也对于我们现有的海岸做了一个蛮彻底的调查，包括它的地质、水文相关的海底地形相关的资料背景做了一个调查。那大致上高雄的海岸由北到南可以分成从茄萣区开始一直到紫关，大概蚵仔寮呀，这是一段啊，这台
高雄的最北段，然后过了点宝溪有左营军港，但是左营军港并没有在这个计划范围里面，然后再往南就是我们的柴山，柴山有在这个计划范围里面，那再来就西子湾，再来是高雄港，这个我想是因为港区范围还是怎样，因为权责上还是有一些疑虑，所以也没有在这个计划范围里面，然后在南边就是过了这个凤鼻斗，就是我们的林园海岸。我想非常感谢水利局过去几年还有我们市府，我们针对茄定海岸，那针对林园海岸，那当然也针对当然这也有一些是公务局的工作，针对旗津海岸提出了，也落实了，做好了相关的海岸保护工程，相关的海岸景观的工作。但是有一些点我们刚刚讲的柴山，还有待会会提到的，其实高雄港虽然是港务公司负责，但是基于住在这里的，在这个海域上生活的这些人都是高雄人，待会会提到我们高雄市政府，我会问要怎么来保护这些人。我们先看柴山海岸，其实根据水利局从1994年用这个 GPS 定位来观测柴山地滑的状况，在这本报告里面有提到柴山地滑，我想市长应该清楚，柴山的地滑是每一年每一年都在动，上面有住人，虽然为数不多，为数不多，不过它叫桃园里。那这报告针对这个地滑的状况提出几个要素原因呢、主要的原因呢、大概我自己归纳是三点，第一就是雨水，第二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比较陡峭的地形，就重力造成的，第三个是坡脚受到冲刷。那在这个计划里面也有提到一些改善方案啊，那当然主要是针对坡脚的。那这几年呢，我刚刚讲要感谢水利局，就是水利局协助争取中央农委会水保局相关的计划来帮助柴山这边的居民。我刚讲雨水嘛，那雨水为什么会冲？因为就是雨水四处径流嘛，去冲刷嘛。那水利局在这方面把柴山的整个排水系统做了一个整体的改善。那目前应该是，我相信那一定是有效果了。那已经，毕竟柴山的地质是石灰跟这个砂岩粘在一起的，那上层被这样刮，它就这样拖下来了。但是我会觉得这方面是不是只是一个它的一个表面的工作了？不是表面工作，就这个方面只会保护到它表面，它的坡脚的地方，因为它是滑动嘛，有没有可能就是很大的一个原因是这个坡脚的地方受到很严重的侵蚀，然后它持续滑动，一开始的一个滑动的一个起始点，我想这都要做更深的研究才能找到原因。不过这几个都是造成柴山地滑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现在克服的是雨水的问题。那陡坡的问题，我想这是天然的啦，我们不要说人定胜天，我想这也不需要去做什么大的改变。坡脚我们是不是要做？就我所知目前这些工作还是水利局在做啦。我不知道水利局对坡脚的防护到底对于柴山地滑会不会有更进一步的改善，因为现在还是每一年都在滑动哦。有没有必要来做？是请水利局答复一下。请回答。谢谢议长，谢谢蔡员。那针对这个柴山的地滑，我们想我们过去在监测的资料是每年大概滑动的长度大概10公分到20公分，那最近这几年我们投入这些水保经费主要是做三边沟的一些节水等等的措施，大概目前的观测是每年大概地滑现象只有剩下大概6公分，已经降到6公分以下了。那议员讲到这个坡脚的部分，我想这个我们会去再去做一个评估了，因为整个这个陡峭的边坡因为蛮大的，而且它的幅员蛮广的，那未来我想我是建议这样，就是说
我们如果说真的是必要去做一些边坡上的保护，我们也不会去用那种消波块之类的哈，去旁边去构筑。那我们最近去东北角看了一些边坡的保护工作哈，它也是用一些比较河川上游段的一个块石，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先来做一个那个地质上面的探讨，好，大地工程方面的探讨。那如果真的需要去做那个坡脚的保护，我们再去做一个相关的一个计算。好，谢谢哈，我想。其实在这本报告里面有提到一些方案啦、啊、那个方案的总经费大概是1000多万啦、啊、就是做蛇笼保护这些海岸啦、啊、我希望市长能够来注意这个问题。就柴山居民而言，我是觉得其实不是地方政府而已，包括中央政府，其实我个人会觉得其实欠一个公道。要知道柴山居民其实他们住的是不是很安稳，因为动不动就会收到占用土地等等的这些信函，他们要去应付，那这都是有历史因素的。他们在战乱的时候从柴山下来，那这是后期的。那在之前它是一个管制区啦，其实因此大家就没民愤的。那他们很多其实确实，我想这个我想我们也不用夸大，很多真的是日据时代就住在那边，日治时代就住在那边。那当然土地的问题，我想这个可能我们会来继续努力。我一直希望说可以帮他们做一点事。那市政府这边，我刚刚讲地滑的部分，因为确实也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安全了，大家都会怕吓啦。那市政府这边未来真的做了坡脚的保护工程以后，如果评估是值得去做，应该去做，做了一定有，不管效果多大啦，是不是市府这边能够协助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因为我还要提醒水利局，其实在柴山海岸有一小段有做坡脚保护，那根据当地的说法啦，因为这个没有去做一些科学调查，可能也我也不是很确定，不过当地说法说有做保护的那一段哈、哦，它其实是不太滑动的。这是根据当地的这个长辈朋友，因为柴山那边也很多长辈所讲的，我觉得这个要去调查看看。如果那个属实，我会觉得我们市政府是不是可以来花这笔预算来做那个保护工作？那再来要谈的是高雄港洲际二期的这个填海造陆的计划啦。应该是3月底吧，在高雄港有一场很大的这个游行啊，或抗争也好，其实就是从林园一直到前镇一直到旗津的一些渔民朋友，他们开着他们的船集结要来抗议。抗议什么？抗议洲际二期填海造陆对于他们的这个渔权的损害影响，那没有沟通，没有补偿，那当然这中间有很多的问题啦。我是想让市政府这边了解到说哈，洲际二期这做了好像是填海造陆几十公顷的土地哈，目前应该大致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二港口的南堤哈，原本就是拉这条线过来，这是我们的高雄港哈，是南新计划，洲际二堤就是这样填出来。那预计填好大概像这样，这一个示意图哈。那这里要做什么？做这个石化储存专区，那还有一些港埠用地的专区。就整个环境面而言，这样一个那么庞大的一个结构物这样做出来，势必会对周边的海流、对周边的生态有影响。那这个计划当然是通过环境影响评估了。不过呢，在渔民的想法是，做了这个之后，到底他们该怎么生存？那当然，幸好了。他们原本还要再发动一次抗争，那中央赶紧介入协调。我们当然也希望在那样协调的结果当中会有一个很好的答案。我希望海洋局这边
能够主动介入了解渔民到底要什么，中央可以做到什么，因为这是一个中央的计划。这协调咱只是伫边啊尔，就列席嘛，列席讲难听一点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决定权，不过我想我们要发挥我们地方政府的这个把我们立场表达清楚，如何帮助这些渔民，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有一个有效的出口。那另外渔民他们也担心一个问题，我刚刚讲这里有一个石化的这个除草的一个专区，那他要干嘛？各位如果仔细看哦，这里有一点一点白色的点，这是大林炼油厂。哎，这真好哦，因为把大林炼油厂这里除草哦，这哪做好要刷来家，因为这地是中油屯的，那当然很好啊，当然很好。不过呢，地方上有一些消息说怎样，武清去年底关闭了，好像要过来这边，我不知道这属不属实的。我相信市政府没好过来啦，还嘛无可能啦，因为过来嘛无可能啦。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讯息，大家担心的问题，我想我们市府必须要更积极的吼、哦、去了解、去沟通哦，让在这边，我想大林埔吼、哦、居民迪加啦，这边有大林炼油厂、有中钢吼、哦，还有这个南新计划、哦，他们大概被一些产业啊、工业园区给围住了。其实他们那边的生活环境，确实不好，我想这当地的我们议会同仁也非常关心哈、哦，所以我觉得哎，大林炼油厂未来如果能够如实，它这些油草移到这里以后，这里相关的规划是怎样？这个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方案啊，或了解出来，让民众能够及早放心。那另外我还要提一点哈、哦。这也是在相关的高雄港规划里面，我们整个海岸的改变里面，也影响到渔民权益的一个地方哦。这个计划是二六海堤码头岸堤整建工程哈、哦。这段海岸就在这里。那这个海岸呢，在干嘛？原本有停泊了大概100-200艘的白岸，港务公司打算在这里做填海，要填海造陆吼，听说是要做一个临时的货柜的放置场。那填了以后，这白岸都无所在去啊吼，有啦，我们港务公司吼有帮他开一个道啦，开一个道出来。不过这个道船出来的地方刚好是怎样，刚好是浪头的地方。白鸭大家知道吗？那个大浪一来，我相信哦，有可能就翻覆了。所以现在这边的居民也非常这些渔民朋友也非常的生气哦。那这个新闻也有报道。那我们是，我刚刚讲这些都是港务公司的作为，那我想我们海洋局是来协助我们渔民相关的一些渔权啊、生活啦。那在这协调过程中齁，我不知道是否未来在包括这边的协调工作，包括这里渔民的协调工作，要怎么来帮他们解决，有没有什么打算？那是不是也包含我刚刚讲的柴山的这个坡脚保护的部分，是请市长能够答复一下。请市长回答。谢谢议长，谢谢蔡议员。蔡议员，我想这是你的专业，你在这个部分的深入，那我想我们非常感谢。那洲际货柜中心是国家非常重大的政策，如果没有洲际货柜中心，我们未来9000万、1000万 TEU 以上的货轮，这个深水是不够的啊！现在都为了我们的海港的发展，
正在都做了很多的努力。那我想高雄市你今天提的几个问题，第一个海岸线的问题，高雄市的海岸线差不多60公里啊，这个海岸线过去都被海岸侵蚀，包括洲际货柜中心影响到，不是插山而已，咱的基丁海岸那都影响很大。我想这是你是专家，那我们在将近7年前高雄市对于基丁，咱的基丁吼，迄个海岸逐天安尼冲刷，已经对基丁咱的住民有很严重的伤害。所以那个时候，高雄市希望我们的内政部啊，是海巡署中央的预算能够帮助高雄市政府来保护我们的海岸线。结果我们求救无门，后来高雄市政府不得已，咱只有家己编7亿的预算。做了那个，哎，叫什么？还提案前提，我们那保护了我们现在旗津的这个沙滩已经恢复到100公尺，但是这个部分有更重大的意义，一定要让参演了解。黑起列双窟，那安呢？基丁的尖冷当，因为暑假溺水的事件，因为有这个海沙滩。几乎减少到接近零，能够维护所有的市民生命的安全。我感觉高雄市政府开7亿，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所以我们认为这样的做是非常有价值。那现在你说基丁啊、茶山这个部分，你说1000几万，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如果这个部分我们会海洋局、水利局他们现在的业务经常都是必须合作，市政府相关的局处所有相关的业务都立即跨局处一起讨论，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管理继续关心啊，我也是需要跟中央来争取，我们也会努力。那接下来吼，这个部分啊，都建工洲际货柜中心这些移民，我们请高雄市政府主动跟港务公司跟移民团体沟通，我们希望能够用他们的困难，高雄市政府能够做一个平台，把移民的困难跟中央，然后寻求解决的办法。我大概简单跟蔡议员说明，谢谢。好，谢谢哈，谢谢市长哈。我想市长愿意啊，柴山的海岸，我们来做个评估，看是不是可以来做，是不是有效，好，来确保他们的安全。那渔民朋友，咱的市长嘛也较关心，我想。过去有很多案例，转业也好啦，征收也好，其实就我来看，像这种主法，他们被赶好几次，从民国60几年一直到高雄港开发，赶到这边来，就要把它赶到很危险的一个堤头，让他们出路。像这些其实都会有一些比较都会有一些根本的做法，那把它做好，我相信这些渔民朋友啊，不管是他们往后的生活等等的齁，都可以更好啦。那像这些我想是否可以来继续来做齁。那再来下一个议题齁。这是这个 SOP 齁，是一块香皂。而我不是要讲黑心香皂齁，其实我是要讲 SOP 啦。标准作业程序。这是古山区齁，南北那黄色线大概就是沿着柴山边缘齁，那经过了最北边这个从国贸接过来就是内围，一直到这个古山二路沿路齁。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古山大牌齁，为什么要讲这个 SOP， 其实讲起来会蛮生气的啦。为了古山大牌的亲疏齁，古山大牌经过古山区的自强里，包括龙井里，这有一个柴山的登山口，然后一直下来到正德里。为了古山大牌的亲疏，哎呦，再来是接到后生里这里，然后从台泥出来，从7号运河，为了这个亲疏，应该办了不下10场会刊吧。针对不同的区域，那有些又是谁要做，有的环保局啦，有的水利局啦，甚至有观光局，
芬纳比风灾，大家还记得？内围地区淹水蛮严重的。那大牌的亲疏，就是在汛期来临之前，能够预防会产生这个积水啦，那排水不良啦，造成淹水的一个事先防护的作为哈。那结果在这个大牌啊，从靠近台里那边有水利局来做的，那自强里那边之前有环保局，现在听说又改成水利局。那登山口那边，因为那里有一个观光局做的一个水池，我们会看的，将近花了大概半年还一年的时间，才找到要做的单位。那像这个，我想我在这里提出来，我希望说，我们师傅这边真的这是一个很平常稀松的工作，汛期来之前都是我们政府该做的事情，不应该有不同的局处每次都要会勘，其实包括很多工作了。那我希望说这个能够建立一个，不要说谁又反映又找不到人来清，还要找议员办会刊才能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法。我觉得这不应该是该发生的事情，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我希望市府里面来主动把这个问题解决，主动把这个问题解决哈。大家就辛苦，市府财政这几年，我想也蛮辛苦的了。包括负债啦，包括举债上限的问题。那我也曾经在议事厅跟市长讲说，我们的建设是不是能够慢一点？市长跟我讲，高雄的建设不能等。我当然认同，但是有没有想过，我们做那么多，那维护的经费势必要增加。那在我们现有财源相当有限的情况下，调度上就蛮困难的。这个部分我不知道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啊，财源不足，人力不足，我希望不是。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应该要来思考，那会不会是因为这样造成的？当然希望不是。那责任厘清，我们也希望高雄市的财政好一点，不过因为房地产的关系，我们的财政局按地震局一些抵费地啦，一些设定地上权案子好都流标。那这个过去几年，这也是我们一个蛮重要的财源啦，几十亿。那这个缺口未来会不会更大？还是随着房地产景气的恢复会更好？会不会恢复我们都不知道。我希望说把这个建立起来，那赶快来做齁。那其实也包括很多 SOP 啦，比如说我们登革热在巡查的时候，登革热巡查是环保局的业务嘛？巡查那些资深员，我们的水沟有没有去看？我们的老旧公园里面的排水沟有没有去看？那也是很大的资深员哦，因为有一些民众不服气，水沟都会接水啊，水都没当啊，结果我家确实啦，我们不是说这个情有可原，大防疫必须是大家一起来做。被抓到，我想这个马北当公务上面，但是如果我们的这个比例原则上，或者是我们这个大原则上，我们自己的水沟，我们自己公园里面的水沟没有清呢，我们很多水沟这都侧沟，这用规章你的产物啊，我不相信那个水沟会有多顺畅。像这个，我向市府是不是赶紧来做一个检视？这个工作很浩大，要花很多钱。不过我觉得还是要开始来做，那这个也希望我们能够把那个做好。在这个问题我想交通局可能要注意一下了。这是大顺一路，这是大顺二路，博爱路在这里。刚刚讲财政局有一个设定地上权，就旧龙华国小大概将近4公顷的土地要标售，
不过那个报纸上说那个价格蛮高的，所以流标哦。不过这未来是商业使用，这商事。这里义大的亚洲广场应该是在前年动工吧，对不对？好像说三年要完成，所以应该也是明后今明明后年。那这里又一个美商的大卖场，我觉得交通局能够注意哈，注意这个未来的交通流量。现况是这个还没做，这个还没做，这里有了哦。假日，我想，这大卖场很多人爱去，所以呢，这边都很容易造成堵车。那未来义大如果做好了，这边设定地上权，我们也希望它顺利啦。做好了以后，这整个交通流量势必非常的大。是不是有事先做好评估？那该他们内部该消耗的啊，我们外部该来配合的，能够来做哈。这里又有一块哈，这一块这个是一个停车场用地啦。那这边因为停车场用地，那我们交通局这边打算来做一个共购哈，委外来开发，然后做一个共购哈。我提醒一下，加几嘞，这边在做了，对周边的运量要慎重考虑啦。因为那一天说明会我没有到哈。服务处助理有过去，听说初步是一个12楼的规划啦，那里面有一些相关的这个机关设施啦，也许会，然后一些商业设施啦，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再请交通局哈，能够回去要注意一下，因为时间有限也就不请你答复哈。然后其实这个问题讲到的，这里为什么要做这个案子，其实主要是在北谷山的地方，其实没有任何的除了学校，除了警政单位以外，是没有任何的这些除了美术馆是没有任何的机关单位哈，中央单位我们不管了，有一个很大的高等法院在那里哈。那所以民众希望有一个可以去的地方阅览室。那我在几年前也建议过哈，古山区公所是不是到了可以移动的地方？那看在保真路那里哈。那我希望这个部分哈，民政局局长那一天也答复哈，会回去来评估看看，相关的可行性。我想这个部分希望市府能够带回去哈，因为时间相当有限哈。那我插播一下哈，这个江局长是可以请你，因为今天刚好就有人跟我反映，我们的旗津卡听说更换的时候，原本是用身份证银本就可以了，现在说要改成户籍誊本，大家听了不会觉得太扰民吗？这个部分我希望交通局赶快把它改回来。那至于是什么原因造成你们要改这样，你们去了解看看怎么做，换个卡竟然还要带户籍誊本，我想这请我们交通局长待会再答复。我把这些议题都大概再讲一下。那再来是铁路地下化，我想上礼拜大概也算运气不错啦，这个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到高雄视察几个他们交通部门相关的一些重大工程建设，我也感谢这个黄昭顺委员还有李坤哲委员，他们两个带我们到铁路地下化下面去看。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铁路地下化在高雄计划，也就是古山段这个90%都完成了，包括轨道的铺设啦，包括站体的设置。差在哪里？其实原本106年要完工嘛，因为凤山计划一些土地的问题，那预计延到108年。那是在南边的部分，在北边呢，又有一个左营地下道要封闭的问题。我在这里要讲说，目前我们了解的这个左营地下道封闭420天，420天怎么算？它
它中间它最后是有一百天是地下道复旧了，地下道复旧。那地下道为什么要复旧？就是铁路地下化以后，我们上面的路型有没有平面，这个都不知道，所以它只好复旧。这一百天底下等。那这个路型的设计，从最早说要桥要拆掉，到现在又要维持目前的现况。像这个，我们不知道。当然，民众希望那边是平面化，更安全了。待会是不是请看会后怎样，我们来讨论这个议题。那最后我再提一个我要提醒。请市长回答。好，谢谢议长，谢谢蔡议员。蔡议员关心我们，他大概整个鼓山左营有很多我们的交通的问题。第一个，鼓山大排是区域的一个排水，它是水利局的权责。如果有权责的这个不够清楚，那这个我请秘书长立即协调。那我也希望市政府相关的局处，我们有一定标准的作业程序 SOP 程序。那我也不认为说今天有很多一定要劳动，好像必须要议员或者说一定要现场。如果是我们市政府该做，那我会觉得我们是应该自己提早，自己应该了解问题之所在，然后立即去解决，这个我们会来努力。那刚刚蔡议员提到有很多交通的问题，那高雄未来的现阶段有很多不同的发展，那交通的就变成是我们要去面临的挑战。那我想交通局陈局长也是非常的专业，不管未来，整个这个我们要面临好多好多未来的开发，那现在包括现在大鲁阁，这也是我们的挑战。一方面我们要发展，一方面在搞动米的，我想陈局长他们应该邀集我们相关的局处，在道不管是道安汇报等等，我们要有一个最完整的规划。那有关于这个旗津地下道这个问题，包括铁路地下道，原来是说2016年一定就要通车，现在又要延宕。但是我想我们也有市政府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我们希望透过高雄市级的立法委员，未来在交通部，我们认为所有政府的公共工程都应该如期如此，不要一再的延宕，一再的延宕就是造成我们交通的黑暗期，会造成很大的困难。所以我想我们对于蔡议员提出来所有的问题，我相信市政府所有的团队都会很立即，同时我们会非常的重视。那我们有一些可能立即需要跟蔡议员说明，包括你说那个渡轮，包括国道十号等等，时间的关系，我就请相关同仁再跟蔡议员做说明，谢谢。请交通局长说明一下。谢谢主席，谢谢议长，谢谢蔡议员。蔡议员关心那个旗津卡换卡，他的一些程序跟，需要的证件，那我先跟议员说明一下。其实去年一整年，从，去年下半年我们换新卡，我们总共去年，为了要让旗津居民享有，过去一直以来这个免费搭乘的这一个优惠，那我们希望说在旗津卡上面可以有照片，所以我们去年总共换了9000多张，但是同时，也有3614张是来补发的。那我再顺便跟议员报告这个数字了，今年1月到4月我们总共每一个月平均都有250张要来补发换发，
就是他报遗失他就要花，所以到现在已经累积1269张。所以当然我们会希望说齁，我们旗津居民希望针对旗津卡的使用能够更加的珍惜这样的一个荣那个特别的市政府对他们对这些市民朋友的一个照顾齁。那有关他来换花齁，他的条件其实在101年我们的那个公告的条件里面就有请他们携带3个月的户籍誊本跟6个月内的这个照片齁。啊，当然如果是必要的话会有一点点规费的收取。那为了最主要就是为了希望我们要确认这个旗津居民他真的是在那边的居民，所以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资源能够确实的让旗津居民来享用。所以需要这些证件来做查对。对这个户政系统，这个部分如果有一些户政系统可以我们改善的，我们一定会来研议。好，谢谢蔡议员的质询，休息10分钟。